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这一题它说这个是一个平行四边形啊，啊面积是300，啊这 AD 长度是15啦。那么它要求这个 OH，那 OH 呢跟 BC 是垂直的。我们现在来看哦，我把 OH 呢延长了，这也会是垂直的，因为它平行四边形嘛，就是说这个的话呢是内错角会相等，这是直角，这也是直角。哦，因为这两个平行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呢，这个整个面积哈，就是底嘛，底是15嘛，哦，是底的话是15嘛，底乘高，高的话就是什么呢？就是2倍的哈，因为这一段哈跟这一段是一样的，因为这两个三角形它是全等的，哦，2倍的 OH，啊等于300。哇，这是30嘛，因为掉30以后，所以 OH 啊等于多少呢？等于10啊，哦，约掉嘛，约掉以后就是10，所以 OH 呢等于10，所以这一题答案的话呢是10。